你微生立场不是该开给我们吗，宝宝？你学对面啊、哦？哎呦！你决定他是宝宝的吗？宝宝人家三五十岁哦。抽不起了，爆掉，爆掉，哎呀，好，哦，下次玩，下次玩猪，为什么要逼玩作弊啦？哈哈哈哈哈，玩作弊，哈哈哈哈哈，来，不要闪闪，来，哦。然后就看到坦克跟那个其他敌人离开了。托比啊！我们还要离开吗？要不要继续算了？帮我抹汗。自己抓一下找得到的啦。哦，我玩都不一样。我玩什么？你跟我坦克啊？不要玩坦克。哎、欸，这次有输出了。啊，不是，你要玩输出就给你玩呐、啊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那个小鱼啊，他那个什么猪啊，被拉出来玩了。啊？的箱子开了，没看到是啥。你不知道说你在开心吗？你活该！我只看到紫色的。你可以在选那个之前先开箱。我是这样的。你是哈、哦？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说拳脚啊。对，哎、欸，对、欸，看来又是他们的。Hello， 准备说嗨，先 Hello。那你先打 Hello 啊？你怎么还要看？可以打了，又快。来跨年呐、啊！约了跨年那天约了31号5点多是海底捞。我打到跨年吗？一开始就讲了、啊。不行，我们的干货没有。现在才二十几。28、29、33一下可以啦。可以的啦。所以我在思考我的。啊！我要玩托比昂了。在此宣告，我要玩法拉，你们可以明明可以玩七六了。确定。爱惜，但话术他们，然后我在看台耶。对啊，你玩法拉，他们半张那么准，我就不要飞就好了。我靠！我靠！我上次就想说不飞，就被马铃薯那边呛。妈的！没铃薯啊！不要飞啊，只要轰得到人就好了啊。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讲很久，就很不爽。我就想要站在那个啊，我们的重生点那边射就好了啊。他们说莫仪的手很长哦。哎、欸，我炸到了，好屌、哦！干 Joker， 你 是每次都要选角之后才走啊？还想跨年哦？真的等到跨年？请问你要跨年了吗？哦，跑什么啦？哎、欸，旁边星星怪，然后再滑手机。被、欸、害了，我骇客果然是来害我的炮台的，干！谁教你的？星星后面，拜拜！滚呐！哇！我的地板好嘴哦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太好了！星星还在后面，跳过来了。瓦迪斯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回家，我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你需要复活吗？可以啊，没有办法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进来了，哇！
哎，后面还有呢。我按错了，不要不要不要开大啦！哎，等一下，那个卡在里面吗？他在干啥？他刚卡在里面。我把木木飞了，你害我没有用啦！我都不飞了，你害我没有用啦！我跟你讲真的啦。停下！啊！不要啦，冬日啦，冬日啦！你干嘛开大打我？哎呦，星星啊，那星星走开了，害我啊！我不是害西死了，害西死了，那个害影在，艾拉在跟你们玩。哇塞！我有大人，啊爆了！艾拉惨啊，在你们后面啊！啊，他死了。不要啦，不要！你怎么可以揪人？跨年啊，跨年人都才好玩、啊。跨年不揪人吗？后面有两只，一只星星。你们要补我啊！我要死喽，死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等我一下。好啊，星星来拍人喽。好，我走了。好啊，你这个暗影在隧道里面。星星船，后面星星船就可冲出去。又往前了，冲出去的。好了好了，我回家了。星星在小房间、小洞口、小隧道里面。谁？那个星星，我刚看到他。星星死了，但我飞过头了。回来哦。我的是不是还没？我要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谢谢。小心害影，害影在后面。妹子好远。好，我知道他在我们通道里面啊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那个班长？对不起，我不该跟你对枪的，我错人。我要把班长搞死你。他们班长一直换人呢、欸。班长是那个。班长是吟游诗人呢、欸。这是诗人啊？是吗？是啊，他是诗人啊。不是他们的真的啦！哎呦，他们有一个班长，你怎么这样？你后面，你后面，你后面。我需要补，我需要补，我需要补。有没有人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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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。来来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。他害我机姐干嘛啦？来喽。你说呢？我被鲍勃撞死、欸。哎呀，我都说我不怎么飞人。不要逼我这样叫。小鱼，你上一个鲍勃呢？我好像等下没看到。你刚刚有上一个鲍勃啊？放在哪里？我好像没看到他。小鱼等人吧，你在干嘛？迷路了啦。你娘啦你！哎呀，他们走左边。他要不要去？有。冷静啊！不要再变长变粗了，拜托。能救吗？没有吧。没了没了。好好，没关系。剩一只和尚，剩一只和尚。好了，不飞眼墙啊，那个伤害就够了啊。为什么哪来半仗啊？一直讲。可以。上一场的吧。啊，就吟游诗人呐、啊。就够。正好，啊出去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没有，不是放大去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不是 shift 放大，而是 shift 过去之后才放大？还要跑回来？你真来哦！你又在回手机哦？哈？哈？哈，九口。哈，干回手机哦、喔。对。你刚刚是不是已经加人家赖了？
哪有？那怎么会有东西让你回手机而不理我们？我妹妹。所以你要钱了吗？哦，好久没看到妹妹了。还没回来。他还没有，没有加学校了。那他就吃不到小熊饼干的呢？他吃得到啦，就算过期也放给他吃。不行的、啊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他一月多就会回来啦。一月多，你小熊饼干可以撑到一月。可以吧？不行吗？知道你，我凶吗？这个蓝露珠好可爱，我很喜欢这个蓝露。哪一个啊？这个造型。你看我妹妹买耳环给我。买什么给你？耳环，看来、欸、好可爱、欸！我今天扭到一个扭蛋，超可爱的。我本来想扭它的，它的兔是扭不到那个。我现在才看到他们说大佬让一下、欸，我是台湾看到。我捡的离开对战才看到他们追。对啊。但是祈祷他们不会再遇到我们。我觉得他们应该蛮想遇到我。他们也搞不好也只是想拿个造型什么的。所以你的造型拿到了？我现在才拿到第六个东西耶。他们。可能想跟我们跨年呐、啊，干嘛这样？好不容易有人陪我跨年，哎、欸，无法加入对战，看你看，无法加入对战，哇，人挤到了，吓跑了吧？对啊，被吓跑了。他们可能看到一看到是我们，赶快跳掉了，哎，不行，你要讲吗？选哦。可是我不知道我刚刚拿到什么造型哎、欸。不重要啦。嗯，可是没有点开来，他不是会看那个会有说哪一边有新的？可是他我刚刚全部都是新的，有没有？不是嘞，因为我刚刚明明没点到，但是我只有一个新的是有 new， 然后其他都不见了。他们排到了有没有？你们排不到？你们是已经进去了吗？你们排不到，然后我们也还在排。就等一下遇到了啦，乖啦。就等一下遇到了，哭啊！可是有可能遇不到，因为我记得斗争不是有就是通排的几场之后就不会再排到了。哦，不会吧？没有的排了，有这东西啊、喔？已经没人要玩了，还要搞这种东西啊、喔？对啊，已经过期游戏了，还玩这种？他有时候还会看胜率。所以刚刚我们赢打他们赢了很多场，他们就赢了那么一场。所以伯佑那个陈伯佑是那个吗？就真的是龙王吗？不知道。为什么不自我介绍呢？对啊，这边有女生。放地图哦。花小，花小，花小，花小。我们排到了，他们排到了吗？知道了吗？你们？哦，是哎，是拽梗哎。嗨。嗨，他们关我。又是他们。打久等了。啊，
真的要打算跨年了。跨年哦，跟我跨嘛。哎，我选猪哦，你们可以选死神哦。来，不选猪吗？不是吧？缺一还遇到。哎、欸，他们少一个了、哦。对啊，他们有个少了。他们多了一个。朋友去哪里了？他们的吐司呢？吐司去哪了？吐司刚刚没，吐司没吃啊。没是什么？没朋友吗？跨海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有个叫老君也跨海了，老君快回来了。我们这边有个叫那个正在玩老君的也跨海，没问题的。嗯。你们不是退了？为什么？一直输吗？对不起。吐司是不是？吐司要改了，叫三明治。三明治，他去烤箱了。好吧。是早。哎呀。四爪，四爪很爪，四爪被抓到了，好恐怖哦！马上变异形了。哎呦，闪光！不要菜泡菜啦，乖啦！说好的我们的维生立场呢？我们有啊。有人吃到点内啊？对对对，闪光。哦，我鼻子好痒。我那个。哎，布鲁诺跑了！布鲁诺，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们不要，布鲁诺离开了。我等一下换脚，我死掉就换脚好不好？你不要退，我死掉就换脚，你不要退呀。对不起啊，我只跟着换脚呗，你不要转了。他转了，回来，快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有人不是？我只跟着换脚，不要这样子。你觉得他不是一过来，刚刚看到那个什么波比啊？干 ，L 加 F。他们也断了一个，是不是？我没有断吗？他们骷髅也断了啊。他们骷髅断了。好了，我死掉了。有啊有。那我看完大杀，哦，换一个大吧。哎，他不让我换脚。当然不给啊！除非吸光了来哭啊！不是要出门你们按到，他是不是不想跟我们玩？对啊，这是星星很猖狂啊！我换脚，我换脚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换脚。我什么？哇，我追。你怎么样？在讲什么啦？我怎么没看到那个字包？啊，你去死算了啦！为什么啦？胆小狗英雄。哇，天哪！我来不及停下来啊！布洛洛叫月美。嗯，停啊！完蛋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、啊？继续走、啊。怎么办？哎、欸，啾啾，你不要一个人走前面哦。对啊，你每次都这样子。没有，我在放烧鸡塔。烧鸡塔可以远的啊。你是近视哦。要放而且这边也不对吧？对啊，我要黏着看。上面有一只熊，身边有星星。因为他们刚刚很前面，所以我不敢走出去啊。哇，对决哦！哎，不行，来不及，来没勾到，歪着点，时间太短了。我刚刚听到问，他应该不是你们朋友吧？我记得他们没这么准的人呐。不是我的意思是，他们没有这么绕后面的人。没有那么准的，倒没听到。那个地雷好粉哦，好粉的地雷哦。哪来地雷啊？我说地雷、哦、你的地雷啊、哦、对啊，所以我才买这个啊。好了，又被抓到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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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我还有对决。
爆炸啊！啊，前面。欸，他们那个过后不加进来的那一只，很强，很强。嗯。欸，你们被你们的麦卡利，凯瑞了欸，被凯瑞了，都是他们在打我们。啊，进来了！耶，我的一头牛奶。不行，麦卡利。他们麦卡利，这麦卡利对决啊！要死我要死！这麦卡利的对决太快。麦卡，好啦。麦卡。麦卡的对决。麦卡。你要重开机，那就开啊。开啊。哦哦，这个真的是有够气。然后他就飞回去杀掉我的，不是我来不及停啊！气！要是这个玩意儿怎么吃啊？麦卡！不要说麦卡了，麦卡今天是绝对，钱包都被打爆了。好猛哦！啊，等你们重开，我们不要。什么？我们重开机？不是我们啊！这个只是顺便的，这个是要去美国。好嘞。好，库洛洛重开机了。我们还要玩库洛洛？应该不是要等你们重开，要等我们重开机吧？不然就是说，你们好了，在聊天室打字，我们就一起排，这样吗？不是，难道是这样子吗？我们认识朋友了。嗯？我们认识新朋友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刚刚繁星台加了一堆的观众，没有一堆啊，就六个，六个也是人啊，知道啊，差了六个，没说这六个不是人的，我们要聊起天来了，就靠注音键盘不会用，要等你们吗？我们没人重开机啊，可以，还有谁还没？啊，要重开机的是。是库洛洛啊，是团长咩？最先是属内战，不是内战，是认识的啊，不对，应该说刚认识的，刚认识对。那现在都六排，所以说很容易塞到一。没有，他们少一个人，他们只有五排。他们的土司去找面包超人，四爪超人吧？哎呀，是啊，还有四只爪。安安，上荧幕真的好用。他们不要紧。好安抚。哎，我们约了七点，但还没订到位，所以我们见。我打了十几通电话，都是嘟嘟嘟。是不是已经？是不是已经关了吗？是不是已经关了？那我们只好叫君啊！哎、欸，这不是说什么加入快速，你是用牌了，离开吧。嗯、Hello， 要等他们啊？对啊，你不要等他们。好啦，他来了不是吗？还没吧？他写嗯，你刚刚不是还没选吗？嗯，我还没选啊。那刚刚怎么选？你们好了没？不一样。不是啊。刚刚不是都一直不选的话会中离吗？会断掉、啊、不是吗？但是要点进去的关系啊。我觉得还没。对啊。啊，开箱。又说还没，你刚刚回我，我傻眼。有延迟哦。有延迟哦。他可能听到我台的声音，打个嗯。他说延迟了三分钟哦。拍吧。来吧，哎、欸、哎，拜拜，阿里，拜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还看 FB 哦？没有，我在看精彩回顾，还在看精彩回顾。先叫，在客气什么？就选嘛。我在看出口选哪个？因为基本上没有我不会的角色啊。我真是排不到，就是对面的错。谁叫你们重开游戏？不想要进去了。
开始玩吧。我昨天也玩到有人叫我狗主耶。啊，你是因为这样才跟人家交朋友的？不是他们呢。我在旁边乱跳就下去了。大概是意外。怎么又有人？他们会自己走回去哎、欸，你看。会啊。可是你不会自己走回去啊！你下去就是下去。啊，他死掉了，他又下去了。不会玩啦、啊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不会玩？现在来到了吗？原始超难玩呢、欸。那是因为剁你们比较好剁，好不好？剁其他人跟难剁的跟什么鬼一样？又不是他们，剁一排到了。防守啊！又来了，到了。太过分了吧，救狗！我哪有过分？所以他们现在是六排还是五排啊？五排吧。子晴妹蝶是谁啊？妹子加他。喂喂、欸，不是啊，我说他们呐、啊欸。一起跨年吗？搞不好人家不是妹子啊。一起跨年吗？啊，就不能跨年吗？路人，哎呦！那我的海底捞呢？你要一起吃海底捞吗？你们可以，就说我的赶不上了。哭啊！想学什么呢？哎，你们知道现在没有？我觉得时间到了耶。什么？这个数据。那个妹子觉得害怕。妹啊，打错字，妹蝶，妹蝶。哦，都错字哎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哑，棒球他是姓哑吧？哎呦，他姓对啊，他姓哑吧？全部点点点，哑妹，不要念错了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哎、欸，不要扫我，你都说可以了，不是啊，我的前面的人呢？不要跑了啦！哎呀，他们队员怎么？哎呀！你是谁？骷髅人吗？哎呀！我怎么带我这边了？不要进去！不要进去！这个不好吃。好的。妹蝶死掉了。妹蝶。你们在聊啊？妹蝶。不要再骗我了！为什么是放屁啊？妹蝶比较怪啊。对对，猴应该放旁边吼。那干嘛、啊？龙王，龙王啊！哎、欸，让我穿衣服，让我穿衣服。不让你穿衣服，美蝶。何必呢？好强！不然是不是玩出心得了？是不是会玩的？因为繁星教他维生立场怎么用啊？所以请问那位传送门小姐，你的传送门呢？来了，我刚死掉了，刚复活，等我。我什么时候有传送门可以走过去？别说了，你还是低吧，你要往其他墙、哦。我用飞的了啦。我卡住了，对不起。我的机会呀、啊！有没有人要来点内啊？来了！别再聊了啦。对啊。我一直没在聊啊，我开打我就没在打字啦、啊，我就死掉才会打、啊。我是死掉才打字哎、欸。好啦。星星冷静。哦，你们也冷静。嗨，各位，哎呀，干。对。我踩点踩很久喽。这边有。
算了啦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队友都怪怪的。回头，回头，听啊，回头。好。你们把我的衣服扔。来走门，来走门。什么什么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过去。你维生立场来了，看哦。你维生立场为什么不是补我们的？真的是哈，不然也没办法好吗？哎、欸，你们有一次要开大了没？我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我们这啊。哎、欸，左边有麦卡利，不是麦卡利啊。我刚刚看到麦卡利又来了，麦卡利失去。星星近点。星星快死了！鲍勃近点，鲍勃近点了。没关系，鲍勃而已，不要怕。痛！哈哈。不要睡我，够了没？哎、欸，不行。好啊，这样闹的。继续。我要死！我要死！我要死！我赢了！我终于赢了！打两只台子。哎呦！右边两只，原子开大啦！星星残，麦卡利都嘛偷偷来，你们上一场麦卡利也偷偷来啊，妈妈！没有，他们上一场麦卡利很光明正大的来，他是真的，他是对，他不是对。真的不到啊！他回到后面了。哇，自补了，自补了。按到了，对不起。五缺不要走。五缺走了，你补不了。我去找艾希玩了，哎、欸。哇、哎！好勇哦！星星，星星，星星你好猛、啊！冷静一点，为什么要这样？艾希在哪？我不知道，我还在找、啊。就是啊，好像你是前方，都没了。星星刚刚是勇猛拆炸弹。哎、欸，我用这个把我的药去买抢回来了。他们的星星换，因为我玩这只不会。没什么在补人，哭啊！干嘛、啊？那个一直在这么理直气壮讲的吗？听啊！嗯，穿衣服，穿衣服。巴蒂斯特76绕右边，他们两只中间。不好意思，这条军回来了。很多中间，很多中间。不行不行不行！互相。哇塞！把所有。艾希在楼上，大乱开哦、喔！我前左上角，然后有人被看到了。妹姐，小姐呢？两枪都没了。Hello。妹蝶，对不起，妹蝶。我怎么超死？我操，你球还在没？谢谢。钢铁宝。哎、欸，旁边啊，艾希。旁边。是我闪光弹，还没吃到。哇哇哇！维生立场啊！等一下，前面。两个坦都走前面。哦，是想输了，是虽然会玩巴蒂斯特了。对，他会玩了，他会玩了，他会玩了！快讲他，快讲他，我死了。可以打他吗？优秀优秀。啊！靠不赢猪了，靠不赢猪了。鲍勃。哎、欸，猪快打，猪快打！鲍勃不，我进不了点。我要进点，哇！你被鲍勃打爆。谢谢你，要输了，拜拜。是
所以小鱼你拿到，嗯，对，你拿到了嘛？所以现在是赚到了。我努力了。我做了什么？两只坦克而已啊。两只坦克吧。你就无耻啊！这边开大、啊。有啊，还有这边魅迪啊。哎、欸，你那么要见狗？要见啊！帅耶！整天骂人家要见狗啊你嘞？要见比较稳，白墨也要反走。没有，他顺走啦、啊。顺过来、啊，没有我在他又跑走啊，他又跳一跳又跑走了。哎、欸，前面他走进好不好？后面发现都不赢来，是拉上来好的，虽然他不一定在。是啊，是啊，差不多醒了吧，日间。赖太太也没。你是狗哎、欸，狗。快选一选啊，等下他们开始了。快选一选啦、啊！哎，你还知道？你们还差几场啊？三场。三场。今天才开始打，你觉得几场？我们昨天才开始打九场了。他们自己发出。那你们也很惨啊，打一个晚上才打到。没有，他们是凌晨开始打，凌晨打的，两个小时左右吧。哦，阿力两个小时打到了。我们开始了，哦，他们开始，我们到了。我们开始了，他是说开始排了啦。我他们开始打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我们都到新人了，开始排是开始打。等一下，那个陈月美，请问一下，你这个账号是你妈妈的吗？你真的很机车、欸、不是啊，很多很多那种老一辈的来订阅我 YT 的那些人都是拿爸爸妈妈手机这边订阅的、啊、对吧学妹，你自己订阅然后还拿父母订阅，那么优秀，超优秀，很多啊啊，反正你 YT 没有要用嘛，来我帮你订阅按起来好吗哇哇，有份用 SD 好屌！阿妈，我教你订阅啊，这个按下去，然后下面有个抖内系统，点下去，对，这数字越高越好哦，这样才会发财哦，发！结果是别人发财，学妹出现了，姐妹，赶快用你的，用阿嬤的那个账号，快点！哎、欸，真的是阿嬤的哦，哦，不是哦，所以不是阿嬤。你可以一边吃一边排啊，反正现在在排中，你可以开始吃啊。对啊，我连叫都还没叫吃的，那你就去叫吧。我已经吃饱了、啊，不然干脆不要吃好了，直接吃晚餐了。我觉得这样子他会吃到四点。晚点我妈去找 Harry。对，去找 Harry。傻眼，我也还没吃饭。真的是很像，真的。可是他的名牌真的是艾丽，大 T 呢？可是那时候你给他看照片，他之前去上课有一个拿阿妈的手机叫什么？然后我只记得后面两个字是艾丽。